欢迎大家收看 CPMTV， 我是你这一期的主持人嘉喜，让我们一起来留意教会的最新动向。错过了12月12日以及12月13日圣诞魔术购物季的朋友们，请不要担心，因为我们在来临的12月25日晚上七点正将会有最后一场的圣诞魔术购物季的表演。我们会在晚上六点钟有晚餐招待，而当天来到的小朋友将获得一份圣诞礼物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魔术师 Rosen Roy 也将在当天呈现与之前两场不一样的魔术表演。还等什么呢？赶快把你的朋友邀请来吧。在来临的星期六12月26日， Super Kids 和 Dream Factory 将暂停一周，请大家注意。12月27日的主日，我们有建伟弟兄与我们分享哈巴谷书，鼓励弟兄姐妹可以预先阅读哈巴谷书，以便能更多了解与领受来自神的话语。信而受洗是应当的，也是主耶稣所吩咐的。你受洗了吗？聚会后的下午一点钟有最后一堂的洗礼班课程，弟兄姐妹请记得参加。而受洗日则落在12月27日星期日的下午一点钟，记得在会后留下来，一起见证更多的新人归于主耶稣基督的名下。12月31日星期四晚上八点三十分至十点三十分将会有跨年祷告会，让我们一起在教会这里一同祷告呼求，告别2015，迎接美好的2016年。而在2016年1月3日星期日将会是异象主日，鼓励弟兄姐妹踊跃参与，在新一年的第一个主日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异象，开始崭新的一年。而今天我们有秦牧师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，请弟兄姐妹专心聆听。 CPMTV 在此结束，我在这里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。